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我开家。今天，我们来到了台北市的士林，这边有我们等待已久的士林甲子园，终于开幕了。是的，第二间甲子园也是士林区的第二间零食厂。今天是士林运的第二天，不知道会不会好甲呢？而它的位置都在士林夜市的旁边而已，想必租金应该很高吧。我们的商务，赶快跟着走，看看吧。那你今天有什么策略吗？因为通常甲子园的长得都是女，所以我们就瞄准那个脚脚。再一次。他的头没有往那边。我会做一个，这是巧克力原味。快要出了，完美，往下面压就好了。可是这样子有点痛，怕痛。你看，这一定要甩的。微微刚刚微微完了，好。我知道，这个抠起来，这个都要往下的。有盖嘞，要不要再一个？从金鱼棒呢？先来个盾甩。啊，黑掉。有了。还没有掉下来，都在一起。
大刀。找不太亮。哦，找点青菜啊。你的？哎，好像是不是可以吧？好像没什么。三十三十一点。我操！哈哈哈哈哈！是不嘛？是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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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你常玩娃娃机吗？已经想到进化了。哦，这比较难呢。Hello， 这个音量很高吗？现在很好了，这样很好吗？不你说了，看歪了，变更好了。现在终于不上头了哈。对，得到教训，得到教训。好像比那个好呀。有你的啊，好吧，没了。他知道怎样。啊，站着。你不用紧张，阿姨完全才度过，他也是一个啊。因为我刚才不要摔。然后没啥事，我弄了个太监。太阳门去。刚刚太轻了。我卡动先行了，我帮你拿。对。好低啊！哦，我们这是规定，卡动就是要帮你拿了。这里写规则了，要帮我分享。哎，给你两个。等我下哦。好，我们这里有点多，变成。对了。两件有没有？乱了。哦，两件有没有？好几个。哎，
甲子园的拉面，走啊！黑蒜有粉骨。反正你来到青鸟喇叭，你不老，好好习惯。不要喇，直接下来就好。习惯了。下个。好脆，香酥脆。我要吃，拆开来。我把一切的都讲完了，那来，天气落得那么样吗？这两个怎么样？三四五六七，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七十八二十二二十五样啊？对。我们这次推荐卡洞就是要帮你拿了，但是写规则了，要帮我分享。我喜欢许多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关注，那我们再给你一点，拜拜。